神经解放，这个有时候加不到50转就死了。我最多看加到300转，然后它会变彩色的。会变彩色？就是它那个会变彩色。再次，妈哒妈哒哦！好险没有神器台。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玩到神机解放吧？啊，你第一次玩到？你第一次玩到这模式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之前都加很烂吧？顶多100转而已啊。这个要加到300以上，我觉得有难度哎。我第一次过招就是一直开神机，然后过。这么扯？对，然后后来过2000美。哇，一直麻达麻达，好爽。没了，对，那赢我朋友一点点而已。哎、欸，好像还有，感觉还有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超越我朋友，超越我朋友。干，你不能回去了，你应该想睡了吧？我今天休假。哦，那还好。太幸运了，一直嘛哒嘛哒。月下雷鸣，马达马达哦，这个感这个画面可能就会加比较多，这是转速不是眉速，所以很难。再加哦，碎，干干干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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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达马达，哦干太爽了啦，破纪录破纪录，成就达成。400多了，400，再来嘛哒嘛哒，哦，一直嘛哒嘛哒，好爽哦！啊，干没了，你看变彩虹，哎呀、啊，就是会变彩色，可惜。好，我继续拍，看有没有东西，很多啦。欸、你拍一下，这个很难。我最多看过朋友加300而已。是哦。你拍这那样很丑哎、欸，拍正的啦。因为你是要放相簿，还是我这个截图给你啊？你那个画质好烂哦！那个画质是240P 画质，应该没了，没有。没有啊，就是我再拍拍看有没有其他。应该不可能再马达马达了。上次那个胖哥就也是一直神机解放啊。看一下。啊，对，我虞姬还在那边，没关系，虞姬让他自生自灭。干，超扯，加那么多，欸、他纯真蛮高的、欸，2.4 哎、欸，加400转，2.4，好，差点升，所以你是急转开进来的、啊。哦，那还好，因为通常那个时候还不会想器材，可能会打到。没有，我本来是想说就打，把剩下200就打完，然后就开牌了。然后就突然神机解放。然后把刚刚本来人就要没了，然后结果自己就突然开始就跑神机。哦，这样就赢回来了吧？应该有机会赢回来。不过应该不会输到哪里去。对啊，太幸运了。我也第一次加到400，这很难，这超难，因为我看了很多次都是100转内的神机解放比较多。对啊，我刚开了一次180。对啊，100转内的很多啊，顶多不然就100转这样。哦，100就蛮紧的。对啊，上次我朋友加到300，我们就觉得很神奇了。你群主有 PO 的那一次吗？我也忘记了。还蛮久了。前一阵子有人有PO。哦。重打。上次那个胖哥就是抽到这个。
就变神机解放，那个也超难看到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两个我还没有抽。对啊，通常都是前面这些垃圾过了加二三十转的那种哦，然后又对，然后又超难过，打得心很累。然后本子上都会说什么最高510转，20到500这样子。有，好像几乎都看不到，都看不到那一种东西。好像有30就偷笑了，几乎都二三十。所以我不喜欢玩这台就是这样啊，我每次都打不好，天井然后加二三十转而已，然后就倒。对，上次差点被万美，傻眼。那时候你知道吗？好像对，上次差点被万美，9000多美。对啊，对，很扯。上次有人3000-5000美，觉得还可以接受。那、啊、就没人敢玩了，那一个下去又差点忘了，吓到吃手手。哎、欸，绿色的怎么重青债？怪怪的，会这样哦、喔，这台会这样哦、喔，会，就是机会就对了，感觉就是呛死，光芒的那一种这样子。哦，他不管发射什么出来都是绿色。哦，我以为会是不是什么小意不符，还是呛死之类的，感觉怪怪的。结合崩坏，再一次就过了吗？再一次就可以打他了。哦，这台也很久没玩了。对啊，这台也都很拉差。不错的啦，他还刚刚还有给我2条线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就专心来露你这一台。对啊，不然这个很累，因为你也没办法不玩啊，都是钱啊。我有漏过，只睡1个小时就去上班，可是那一天很爽啊。万美，然后那边万美打纸，那边万美打纸送1万。对啊，那一天就口袋就4-5万，这样很爽。对，那一天上班就不会累，累得值得。对，累得很值得。而且万美超难遇到的这种东西，都没过了。来一个后面的哦，就比较后面的哦。有机会看这一次会不会过，状况好就是都会一直加不错的转速。我觉得有过就超级阿弥陀佛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是西瓜。啊，所以这个要在上面吗？啊，它怎么自己滑落？啊靠呀，这个就真的斜瓜了。可是刚才那个是什么、啊？它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会一直叫你按就对了。可以按3次，就是最多就按2次。好像没遇过。他最多按2次，然后可以直接打。应该很难遇到吧？还好哎。还好。这还是有机遇，但不会到很低这样。是我的开牌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也会，我的花开了。哦是，哦你也会哭哟，靠。此花非彼花。啊，我的都还没开。啊，我剩几枚？妈的废物！那台金花狂咬啊！需要？我现在在打金花，打扶桑花跟虞姬，因为扶桑花一直没开，很无聊，就跑来玩虞姬。看这个会不会过？就是结合崩坏，哎、欸，有机会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要看上面。战况焦灼，那又要输了。
输了，好了，都拍不到好的画面，特殊画面。刚刚加珍珠那边，哎、欸，有慢慢进步了，都比较后面。哦，我这有联系到的那个。哦，有我有抓过。好像也不好中到七啦，他要在 RT 里面开牌也，我觉得也很难呢、欸。的样子，因为我刚才说的没过，然后刚有一个那个红色的就过了。没有这么好。哦。哎。这次就真的有西瓜了。好吧，没什么好拍了。没什么东西。影片到这边了，哎呀，又要结合崩坏了。胜利期待度三颗星，对啊，有时候那种四颗星的也不会过就很傻眼，还是什么四颗半，那种没过都很扯耶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没过都很正常，觉得都很扯，干有够废的，没有，是那种一两颗会过才会觉得神奇，高科的不多科的不过，就过那种少科的。好了，真的没什么东西。好吧，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弑神者神机解放，一集四百转，还不错的影片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。好，我来继续打我的虞姬。